我们这两分的吉伦起子饼，它这也是 6.35 六角的，里面有强力磁铁，有摇头跟固定的两种。这种超短起子头，25mm 的起子头，30mm 的宽度，这种长就8公分，所以我们可以吸住这个 16mm 的套筒，让这关节的地方并不会垂下去。这个套筒地形扳手这样转动，也可以切换上面的切换钮到方向。假设这个螺丝很松的时候，我们机轮是没有办法做动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上面平的，我们可以压住它。直到转紧为止，转紧我们就可以把它转紧。